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英国一家知名百年豪华汽车品牌曾推出过被誉为世上最好的车，最近他们公布了和客户共同创造的客制化车款，又更加的突破自我，是全球仅有三辆的极致奢华绝美敞篷跑车。英国知名豪华汽车公司日前公布了一款客制化新车，船尾 Boatail，以绝美的海蓝色搭配深色木纹，内部则是同款木纹搭配宝蓝的内装设计。车尾如蝴蝶般的双开甲板，打开后可见这款车的奢华之处。拉出鸡尾酒桌，内建香槟冰箱，还有香槟杯和冰桶等小物收纳格。另一侧的餐具柜装有精美银质餐具和瓷盘，还有折叠椅收纳，中间撑起阳伞就成为梦幻野餐桌。虽然该汽车公司的高阶客户一直以来都可以选择使用他们喜欢的内饰或小工具定制专属汽车，但 Boatail 是由新客制化制车部门 Coachbuild 从设计到制造完全是依顾客要求的详细规格手工打造，历时四年完成。因其车尾设计类似 J 级帆船游艇而命名船尾。And the outcome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ars ever in history. I would even say it's probably not even a car. It's a masterpiece of art and something unseen. And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it was worth every mile we went. 汽车公司并未公开 Boatail 的价格及买家资讯。CEO 表示 ，Coachbuild 代表了品牌巅峰，只有由公司选择和邀请的客户才能使用 Coachbuild 服务，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该公司目前已接洽了三位与设计师合作的超级富豪 ，Boatail 是其中完成的第一辆。汽车大厂在疫情影响下也大受影响，制造工厂关闭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全球各地的销售已经恢复，并且以 Coachbuild 的方式重新开展业务，甚至达到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塑胶垃圾的泛滥一直是许多国家头痛的问题。然而在乌干达，有一群妇女透过巧手把废弃的塑胶袋制作成防水又实用的手提包来贩售，不但因此维持了他们的生计，还能为环保贡献点心力。在一般人眼里是堆积如山的垃圾，但对这群在改造非洲工作的妇女来说却是无尽的宝藏。改造非洲是在乌干达由三名对艺术和环保具有热情的妇女于2018年所成立的社会企业。他们会走访垃圾场，把收集来的废弃塑胶袋加以清洗处理成厚实的塑胶布后，再缝制成独一无二、色彩缤纷的各式包包，最后经由当地店家和市场贩售。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ost people don't want to associate with waste, plastics, dump sites.Garbage, and ye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providing employment to women who are collecting the waste, to women who are sorting, to women who are washing, and also women who are processing and making the beautiful bags that are from Africa.每一个用手工精心制作的包包需要约15个塑胶袋，售价在16到25美元不等。消费者每购买一个包包，改造非洲就会捐赠一个包包给偏乡学童。目前改造非洲雇用8名当地低收入妇女，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It has created a living for me, my child. I am now also able to assist my spouse when he is struggling.This job has really helped me.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I like that we empty communities of these polythene bags, which saves the environment. 根据乌干达官方估计，首都坎帕拉每天会制造1000吨的垃圾，而大部分垃圾是遭到随意丢弃而无法清运，进而导致下水道阻塞。每逢大雨就容易有淹水灾情发生。六月初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大约1900万年前的一次神秘灭绝事件中，使鲨鱼的数量减少了90%。
科学家通过研究埋在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的鲨鱼牙齿和其他海洋微化石发现，目前的鲨鱼多样性只是中新世时代所灭绝的大量物种的一小部分残余。主导这项研究的耶鲁大学海洋及古生物学家希伯特指出，团队的这个发现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他们一开始决定从鱼类和鲨鱼化石风度的长期记录做研究，在同一个地方追溯到数百万年前，只是为了看看正常的背景变量是什么。不料却意外发现，在大约6000万年前到19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沉积物中的鱼牙和鲨鱼牙的比例保持不变。每5条鱼化石中就有大约1条鲨鱼化石，但却在1900万年前左右，比例突然发生戏剧性的下降。100颗鱼牙齿中大概只剩下1个鲨鱼化石。在地质历史上，900万年前并不是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时期，而现代鲨鱼的形态在灭绝后的200万到500万年内开始多样化。2018年，另一份研究化石沉积物中鲨鱼牙齿的论文曾指出，6600万年前消灭恐龙的小行星也杀死了多达34%的史前鲨鱼物种。由美国首富贝索斯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即将进行首次载人的太空旅行。为了证实他载人飞行的安全性，贝索斯宣布将与兄弟一起参加7月20日的首次太空飞行。周一一早，贝索斯在 Instagram 上宣布将和弟弟一起踏上太空旅程，与最好的朋友一起进行最伟大的冒险。届时，贝索斯兄弟将与通过拍卖赢得座位的其他乘客一起飞往太空。蓝色起源表示，首次太空旅行座位的最后一轮拍卖将在7月份举行。在第一轮拍卖中，共有来自136个国家，多达5200多名竞标者参加。而第二轮拍卖的出价目前已高达280万美元。蓝色起源的首次太空旅行计划是让乘客乘坐谢泼德号火箭和太空舱飞上距离地球近10万米高的太空，让乘客体验几分钟失重状态，再从太空眺望地球。贝索斯和蓝色起源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进行更多商业载人飞行，但票价却一直成谜。除了蓝色起源，马斯克的 SpaceX 以及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也计划在今明两年展开商业太空旅行。巴西圣保罗的街头突然出现纽约市警局的警察在集体巡逻，让民众感到很惊讶，也有些民众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呢。其实这是一群热爱纽约警察影集的巴西粉丝们上街做的角色扮演。警笛响起，警察骑着重型机车快速前进，衣服上有大大的纽约市警察局 NYPD 字样，机车上的标志显示他们是纽约市警局高速公路巡逻队，车头还挂有美国国旗，后方也有纽约市警局的警车支援。不过这里可不是纽约，而是巴西圣保罗的街头。Desperta muita atenção das pessoas. Muitos associam a filmes.Alguns não entendem o que aquele carro está fazendo aqui. 其实这是一群热衷警匪电影和法网、游龙等美剧的粉丝，他们对纽约市警察局情有独钟。有粉丝直接买入汽车和重型机车，在网购配件、拼凑改装，浩浩荡荡的出游巡逻，所到之处都引起民众好奇。Pelo Pacaembu aqui você vê carros de polícia aí.De Nova York, né? Bem inesperado aí. Surpresa bem positiva. Muita gente aborda e vem falar em inglês conosco, né? Então você tem que desempenhar um pouco aí, né? Para falar um pouco de inglês.不过，冒充警察在巴西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是一种犯罪行为。2019年，有强匪假扮巴西联邦警察混入机场，偷走价值4000万美元的黄金和其他金属。由美国联邦调查局领导、欧洲多个国家参与的史上最大高科技卧底行动日前收网了，在全球展开突击，共逮捕了800多名嫌犯。
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导的特洛伊木马盾牌行动，联合欧洲、澳洲、新西兰等几十个国家，通过加密软件对全球的犯罪团伙进行渗透。上周，全球16个国家同步进行了突击行动，800多名嫌犯被逮捕，缴获可卡因、大麻、冰毒等毒品32吨，枪支250支，豪华汽车55辆，现金1.48亿美元。周二，各国政府对外公布了这项秘密行动，震撼世界。Toda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s part of a global operation, has struck a heavy blow against organised crime, not just in this country.But one that will echo around organized crime around the world. 特洛伊木马盾牌行动缘起于1年前，当时由于常使用的2大加密通讯平台被端掉，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团伙不得不寻找新的安全交流工具。而 FBI 在此时趁虚而入，开发了一款叫做 Anim 的加密软件，并投放黑市。因为加密性能很好，这款软件很快在全球黑帮组织中大受欢迎。最后，一共有12000个装有该软件的设备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流通，成为澳洲、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国黑社会最常用的装置。然而，这些黑帮不知道的是，他们平时交流的讯息也通过这款软件传送给了警方。More than 27 million messages obtained and reviewed over 18 months. This information led over the last week hundreds of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on a global scale,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to Europe and the USA.美国加州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格罗斯曼周二表示 ，Anim 加密软件成功完成历史使命，已经在昨天停运。The criminals using these devices believe they were secretly planning crimes far beneath the radar of law enforcement. But in reality, the very devices that the criminals used to hide their crimes were actually a beacon for law enforcement.特洛伊木马盾牌行动是全球最大的渗透行动之一，除了抓捕嫌犯和缴获毒品，这项行动还解除了超过150起针对生命的威胁。 FBI 的官员称，这项行动的成功要归功于非凡的创新精神以及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澳洲联邦警察指挥官赫斯特则说，这是全球执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2年前，在厄瓜多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的一只雌性成年巨龟，经过基因检测证实属于费尔南迪纳巨龟，而这种巨型陆龟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了一个多世纪。2019年2月，研究人员发现了这只巨型陆龟，通过基因分析以及与1906年提取的样本进行 DNA 比较，结果证实这只2年前被发现的巨龟属于费尔南迪纳巨龟。费尔南迪纳巨龟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06年，但已发现的唯一雄性个体在那一年就死亡。之后一个多世纪，人类都没有再次发现该物种的新个体。2015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入濒危物种名单，并标注为极度濒危并可能灭绝物种。如今这个发现给当地物种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希望。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现在正准备进行一次考察，看看是否能找到更多的费尔南迪纳巨龟，以拯救这种罕见的物种。园方也将继续加强加拉帕戈斯群岛陆龟栖息地的修复工作。飞行是许多人的梦想，但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花好几年的培训。小型航空公司往往因为缺乏教育训练中心，只能将飞行员送到海外受训。但是肯亚一家联航却选择了不一样的培训方式，他们订购了飞行模拟器，打算自己训练机师，降低营运成本。客机驾驶舱里的机师在复杂的仪表上完成了各项必要的设定与检查后，将飞机慢慢地滑出停机坪，拉起机头后飞向空中。而这一切的操作都只是发生在一部固定于地面上的模拟飞行器中，并没有真的飞上天。这部最先进的飞行模拟器装饰在肯亚首都奈洛比，它不仅是东非地区的首部客机机舱模拟器，也是整个偌大非洲地区仅有的3部机舱模拟器之一。肯亚廉价航空公司 Jumbojet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在这里接受培训。You're able to put different scenarios. You're able to change the weather.
You're able to put malfunctions if need be,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So you're able to control it, and if need be, you're able to freeze the simulation, as it were.模拟器还能够逼真的制造飞机在起飞加速时或遭遇断流的临场感。去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中共肺炎爆发带来的全球性健康危机对非洲航空公司的打击约为$40,000,000，航空公司必须逆境求生，而引进这部飞行模拟器正是他们的求生战略之一，不仅帮助解决安排训练档期的困难，不用飞到海外培训，也让成本降低至少10%。When it is in here, it brings in efficiencies. The cockpit crews, pilots, productivity is higher, and it's cheaper in terms of you don't pay any hotels, you don't pay any travel. 这部模拟器同时也开放其他航空公司的人员进行培训。透过模拟器和新航线计划，联航 Jumbojet 不仅要从疫情中复苏，更希望将业务扩展，建立稳固的经营基础。由美国华裔电影导演执导的美国歌舞剧情片《纽约高地》在洛杉矶首映了。这是自中共病毒瘟疫大流行以来，好莱坞第一次大型的电影现场首映。Let me just listen to my block。这部电影改编自林曼纽尔·米兰达的同名百老汇音乐剧，还将作为翠贝卡电影节的一部分，于6月11日在电影故事发生地纽约市华盛顿高地上正式全球公映。HBO Max 也将同时推出。导演朱浩伟2018年曾执导过首部全亚裔阵容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周五，包括女主角梅丽莎·巴雷拉和莱斯利·格雷斯在内的许多主要演员出席了在好莱坞 TCL 中国剧院的首映式。现场演员们都没有戴口罩，媒体人员则戴了口罩和遵循社交疏离规定。这部影片香港翻译为《狂舞纽约》，台湾译为《纽约高地》，讲述在位于纽约市华盛顿高地一个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区里年轻人的希望和梦想。由于中共病毒瘟疫的封锁，电影完成后被搁置了许久，终于与观众见面，导演和演员们都异常兴奋。I am so moved by seeing a red carpet, which is crazy. I haven't been this excited since probably my first movie. It's so surreal. I can't believe the moment is actually here.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waiting. I feel like I've been waiting my entire life for this. 这部影片在权威评论网站烂番茄获得几乎无懈可击的好评，得分98%。以色列考古学家近期在西部城市雅夫内进行挖掘工程的时候，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具有1600年历史的马赛克镶嵌画地砖。不仅装饰花纹有很多的几何图案，色彩更是清晰可辨。考古学家在挖掘一处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型工业区时，出土了这块马赛克地砖，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300至400年的拜占庭时期。据推测，这块地砖所在道路可能是当时工业区附近一座豪华住宅楼的一部分。路面整体呈彩色，以黑色矩形为框架，构出一个马赛克图案。负责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埃利哈达德表示，他们最初以为地砖的镶嵌画是白色的，因为年代久远，表面形成了有光泽的铜锈，但经过特殊的酸处理后，才发现它其实是彩色的，而且装饰着很多几何图案。专家表示，在工业区发现这样的工艺品并不寻常，这可能对进一步探索雅夫内居住建筑历史大有帮助。他们会将这块地砖送至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专人处理并保存。日本京都的东福寺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最近东福寺开启史上首次夜间点灯赏清风的活动。东福寺夜晚的风铃神秘而深邃，枫叶被暖色灯光映射着，散发出蓬勃绿意，夜空之下展现着无限生机。寺院内回荡着古典音乐，与古寺夜风交相辉映，触动心弦。木质通天桥两边满是枫树，好似绿色枫海中的隧道一般伸向远处。
站在通天桥上，一边聆听洗浴舰的溪水潺潺，一边欣赏枫林美景，是东福寺的一大特色。层叠的枫叶，泛着水花的溪流，自然的视听享受，净化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尘嚣。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佛，方丈庭园里的八相之亭以释迦佛的八相成道典故而命名。东南西北四亭各异，东面的北斗亭蓝色灯光神秘而幽静，南亭以石和丘来表现四仙岛和五神山，并巧妙运用沙文展现智慧之流汇入宇宙之海的意境。除了枫林和庭园点灯以外，巍峨壮观的国宝三门、朱红色爱染堂以及宏伟的本堂等寺内建筑也在夜间被点亮，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历史气息。东福寺位于京都车站东南2公里处，是京都赏枫名所，每到夏季吸引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欣赏新绿的枫海美景。有800多年历史的东福寺今年首次在初夏开启夜间清风点灯活动。まず今年は青もみじを見に皆さん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で来年は東福寺の本当の新緑のライトアップ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れが4月の末日くらいから新緑の本番ですので、まあ史上初のライトアップ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とても綺麗にもう今結構堪能してますね。本次点灯活动从6月4日将进行到8月9日为止。疫情影响，全台三级警戒延长到了6月28日，高雄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都改成了线上办理，用科技结合创意来弥补学生们无法参与的遗憾。还有学校让机器人代表毕业生远距出席，在疫情中走出不一样的另类毕业。戴上学士帽，今年的毕业生全部都由机器人代表出席。受疫情影响，高市凤山曹公国小今年改为线上毕业典礼，透过视讯远距参加毕典，也成为学生最特别的回忆。毕业典礼为什么会规划凯比机器人为主呢？因为我们要让小孩子不要有缺憾，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场的毕业典礼，那只好化身为机器人来参加我们这一场很特别精心规划的一个线上毕业典礼。高雄市大树区的西埔国中则是由毕业典礼线上主持的毕业学生，邀请阿林、马兹卡、这群人、浩浩等11位明星网红为学生们线上毕业祝福影片。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是毕业的季节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那祝福大家未来一切顺利，然后找到好的学校，希望都可以跟你们一起梦想发光。高雄的左营国中有毕业生还是穿上整齐的校服参加线上毕典，一起做最后的校园巡礼。镜头转到偏乡的六龟高中，毕业学生除了自创歌曲，更录制百人手语影片为防疫英雄加油，成为2021毕业季最暖心毕业祝福。受到疫情影响，高雄市今年有许多学校举行线上毕业典礼。歌手王丽妍和今年是曹公国小毕业生的女儿郑新乔联手，为毕业生创作了《六月的风》这首歌曲，成为校园巡礼的主题配乐。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各学校用心筹办线上毕业典礼，就是希望给毕业生一个难忘的回忆。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